你好，我是刘老师。上一次我们的话题是历史文化，这次我们的话题是地理和名胜。好，现在开始。这个地方的风景怎么样？很美。在这张图片当中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左边是一个湖，右边呢是一个木头的桥。桥看起来还是很长的。湖边有很多树，树叶是黄颜色的。前面呢有山，最远处的山是什么山呢？是雪山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名胜。我们先来听一段短文。香格里拉位于怒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三江并流的腹地，生活着汉、藏、白、回等13个民族。他们在生活方式、服饰、民居建筑以及婚俗礼仪等传统习俗中，都保持了本民族的特点，形成了各民族的独特风情。那么说话人介绍的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有什么特点？下面我们来学一些生词。位于，可以说北京位于中国的北方，我家位于学校的南面。三江并流，是说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有三条江在一起流，但是又能看出来是三条江。我们就说这个地方三江并流。腹地，腹地就是中心地区，我们可以说三江并流的腹地，经济腹地。民族，可以说一个民族、很多民族、少数民族。服饰，服饰是一个正式的词，就是衣服，可以说当地人的服饰。漂亮的服饰，民居，民居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民居，四合院是北京的民居。婚俗可以说这里的婚俗很特别，有趣的婚俗。礼仪可以说各个地方的礼仪，结婚的礼仪。传统可以当名词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传统，他们的传统，也可以做形容词，可以说传统的习惯、传统的生活。习俗可以说这里的习俗、生活习俗、传统习俗。保持可以说保持一个习惯，保持这种习俗。形成，可以说形成一个城市，形成一个民族。独特，可以说独特的建筑，独特的看法。风情，可以说民族风情，独特的风情，风情街。下面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些专名。香格里拉，我们可以说香格里拉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香格里拉饭店。怒江，怒江是中国西南的一条大的江。金沙江，金沙江也是中国西南的一条大江。澜沧江，澜沧江也是中国西南的一条大江。汉族，可以说他是汉族人；藏族，可以说他是藏族人；白族，他是白族人；回族，他是回族人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汉、藏、白、回四个民族。下面我们再听一遍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A、B、C、D。香格里拉位于怒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三江并流的腹地，生活着汉、藏、白、回等13个民族。
他们在生活方式、服饰、民居建筑以及婚俗礼仪等传统习俗中都保持了本民族的特点，形成了各民族的独特风情。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应该是 B。 香格里拉是民族聚居区，这个你对吗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短文的这个文本和四个问题，大家很快的看一下。现在你都懂了吗？下面我请你说一下，你能不能说一个你去过的地方，那里的风景是什么样的，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。那么你可以跟朋友说一说，或者在讨论区里写一写。下面我们来再来听一段短文。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幅汉代博绘地图，图上绘制着今天湖南、广东、广西三省的交界地区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图中绘有大小河流、山脉、城镇30余处，与今天的地图基本相同。说话人主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学一些生词吧。出土，我们可以说出土的古代东西从这里出土的。博绘，我们可以说一幅博绘的画，一张博绘的地图。绘制，我们可以说绘制地图，绘制楼房的图纸。交界，我们可以说两个国家在这里交界，交界的地方。令人，我们可以说令人高兴、令人生气、令人吃惊。河流，我们可以说很多河流、大小河流。山脉，我们可以说北边的山脉、一条山脉。城镇，我们可以说一些城镇、城镇的居民。鱼，鱼是一个书面语，意思就是多的意思。我们可以说300余人、50余个城镇。处，处是一个量词，我们可以说30处参观的地方，有2处不开门。下面我们学一下这个短文的专名。湖南，湖南我们可以说湖南人、湖南话。长沙，可以说他住在长沙。马王堆，我们可以说马王堆有个古代的墓。汉代，可以说汉代的历史。汉代呢，就是从这个公元前的202年到公元后的220年，这段时间叫汉代。广东，我们可以说广东菜、广东话。广西，可以说广西人、广西话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，请大家看一下这个 ABCD。 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幅汉代博绘地图，图上绘制着今天湖南、广东、广西三省的交界地区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图中绘有大小河流、山脉、城镇30余处，与今天的地图基本相同。好，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， 你对吗？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段录音的短文和 ABCD。现在你都懂了吗？下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喜欢用地图吗？你怎么用地图？请你和朋友说一说，或者在讨论区里写一写。
这个在六级的听力当中呢，还有一些话题是谈论地理名胜的，比如说介绍一个有特色的地方，像这个桂林、平谷、云南、山西、舟山群岛等等。另外呢，也可能他会介绍一个旅游名胜，比如说天坛、泰山、月牙泉等等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地理和名胜，下课以后还有几道题，大家可以做一下。好，再见。